后面的是因为怕衣服太透，所以里面还穿了一件我们亲的 T 恤的红领，然后就内衣的左手边就是大家的偶像古古老师。然后今天鸟人的称号是什么？他是色尾，因为鸟人平常都是穿黑色嘛。 所以鸟人今天为了我们今天，大家不觉得我们今天服装是高标准吗？算是比较不童趣一点吧。今天算高标了吧，给贝一个掌声，谢谢给贝。所以鸟人今天就很色尾的鸟人，然后也是要给鸟人掌声。那我是贝老大，是贝一，谢谢。